定 working together. 以前它是只普通的蜗牛。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Gentle and loving Princess Aurora adored spending time with her animal friends in the forest where she first met Prince Philip. The animals are so happy to see her. The sky clouded over. 我不可以说有恶意的谎，也不可以把手套弄丢。小白天不怕地不怕，哪会逃跑呢？多做几天你就很棒了。Bobby and Sam heard a funny noise. 他每天每天都要对我说，快点儿起床，快点儿吃饭，快点儿洗澡，快点儿睡觉，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不得了了，起火了。三个和尚睁开眼睛一看，火。莎莎和喜欢和只可爱的石猴拉，他拉着石猴说，你好。我叫莎莎，欢迎你来花果山，我们做好朋友吧。那是糖球成天的。没关系，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一句坏话也不可说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只听见的人的益处。美人鱼到了15岁时才被允许游到上面海面上。 Tiger can say my name too, say the girl. 我们在月球上变亲了。请问你愿意和我去散散步吗？ Now I'll give Kitty some milk, said Oscar. 只要肯向优秀的人学习，暂时落后了也没关系。放下一切，把你自己想象成一颗被丢进河里的鹅卵石，鹅卵石毫不费力沉入水里。For the first time, an argument had broken out over breakfast at number 4 private drive. Mr. Vernon Dursley.Had been woken in the early hours of the morning by a loud hooting sound from his nephew's room. 要不你来帮我瞧一眼，这锅汤只差一种主要食材了。水就是水，水还可以是什么？海狮回答说，这些我都不懂，但我有一个本领哦。当兵 blows so big, say thank you.朋友就是原谅彼此从前所犯的错，来说下这个，把一切忘了吧。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必须以身作则，让孩子分辨明是非对错，了解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做，并适时鼓励孩子，使孩子更有信心、独立与自立。妈妈离开好几天了，我睡不着觉。肚子有点痛，没法照顾爸爸。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真心的伸出援手，这就是最基本的交友之道。和朋友们的奇迹都从妈妈的肚子里开始。Appreciate what you have。三只小猪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好朋友就是你最好的礼物。当你付出爱，你会忘了恐惧。农场主布朗要去度假了，他请弟弟鲍勃帮忙照看农场的动物们。Call me Super Pig with my arm of power, ha! The empty buildings came alive with the movement of people. 我们当中很少国人，尤其是正当23岁的青春年华时，能够想象自己心爱的人离世。更何况亲人身体十分健康，正在为自己安排一次这样的旅行。亲爱的，请记得，在任何情况下遇到任何事情，只要向着光，只要往着有光的方向走，就会发现天使所在的地方。万物凋零后，等待繁花盛开。有时梦里有光，有时光里有梦。
有时闭上眼睛想一想，有时睁开眼睛看一看，彩虹会从眼帘升起吗？当然，当然。最好的教育源自内心，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孩子的每一次激动、悲伤、愤怒或者害怕，你都要陪伴他们度过。为人父母啊，其实就是要在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以他最需要的方式去帮助他。I packed my belongings and left that night while it was dark. I didn't want to face anyone going down to their boat in the morning. Didn't want to see the judgment in their eyes. I know I had no job, no home, and barely any money. 行动是成功的必由之路。我不相信被动会有收获，凡事一定要主动出击。当孩子的情绪呢仍在那个沸腾的时候，只需陪伴，然后不必呢急于呢进场对话。真正的爱不应该有负担，让人有负担的爱都该被修正。